有拜了，拜了。情欲小迪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长笛是不是很难呢？其实不会，跟直笛比起来难一点点而已。哦，真的吗？要先从直笛开始练。艺能界的小迪哥，你有听过吗？情欲小迪哥，今天如果有这机会的话，咱们就让情欲小迪哥也有一展现的机会。可惜今天没有带长笛。稍等，有吗？稍等，没有。你不要偷窥人家长笛。哎呀，哎呀，糟了，他有带，没有带了。情欲小迪哥。哦，而且要拿出来的时候很特别，因为这个要这样拿出来。对。你就拿出来，你真的把长笛骗出来。对，骗出来，我请他骗出来。来来来，那站好了，你先在牛棚练头。好，我练习。如果还不错，再合奏。我出一下，出一下。这一首听说是在贝多芬呢，他在那个耳聋之后，哇，写下《命运交响曲》。哦哟，完了之后的另外一个小作品。哎呦，对，取名叫做。Barbecue， 完了 Barbecue。他吹，然后我帮你按指法，这样。哎，还可以。哦哦哦，这个玩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。预备，七。不能差，默契已经不用按了，还不切。一边七，好棒啊！你吹的最好的一次啊！不行不行不行，很像声音，我 OK。本人不满意，我有一个要求，你还是吹，哎，然后你要唱，我真的自己吹了，我帮你拿。要不然刚才太像孙女在帮，没有没有，你还是你按，你按，因为你然后你唱，我差点吹到这一支。One two three go， 完了完了完了，天哪，好难 ，Barbecue 了，真的 Barbecue 了。会这样，真的 barbecue 了， barbecue 了。好，哎，这很棒，很棒，什么新春的演出啊？谢谢谢谢，好猎奇哦，好像孙女在帮阿公完成。哎，其实会有点蛮害羞的感觉。失智的阿公这样子，不错不错，失智的阿公，对，失智的爷爷吧。找回了对这个情欲小迪哥。不瞒您说，我们这边也都是有很多气场的人。哎，对啊。来跟你比一下气场，嗯，好来啊！哎呦喂，啊！哦，你用萨克斯风，好吧？哇塞，一边，你点头我就按。24秒4，小弟哥，小弟哥，小弟哥，用萨克斯风那个气应该更强。好，一边，加油，小弟哥。不好意思，笑好听一点啊。你喜欢？我走过他身边，突然听到。来，一边。啊，随便一个音。对你还有音？你还选啊？你还双音啊？你要配咪跟收是会有差别，配对了。配速。一点，只要声音还在就可以。一边七。三秒这样不好听，再次，再次，预备，加油！
没了吧？这个，你旁边不能笑，我这我才连我快 OK 了，你就笑没有没有，连后面那个渣渣也算进去，23秒，险胜险胜，因为我后来看到那个 monitor， 然后慢慢推进，然后这是什么怪题？这是在干嘛？对。